傅，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大陆这边就很多有开比如说宠物医院嘛，那请问如果开宠物医院是杀生吗？属于杀生吗？有杀业吗？你不杀生有什么杀业啦？你还救人呢、啊嗯、你救动物不是也叫救那个这个有缘众生啊，不一样吗？但是师傅里边因为有的不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动物的引产啊或者流产这个一方面、啊、这个算杀业吗？这个也算的。也算了，你反正那你杀业，你杀动物，杀条鱼都算杀业。你动物，对对对，你把动物引产了，把它弄死了嘛，那肯定算杀业的呀，对对对，也没办法的呀。哦、嗯那这个就如果有投资机会，念经是吧？啊，念经嘛。那有这个投资机会可以投资嘛？就是说一边念经，但是一边也参股，但是不参与这个里边的一些操作，可以吗？应该问题不大吧？啊，反正这种事情嘛，当心一点，好吧？哦，好的。嗯